Namaste， 大家好，很高兴今天又与大家分享瑜伽内容，我是心雨。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一组比较简单的坐立体式，让下面进入我们的体式。第一个体式是束脚式，将腿呢向两侧打开，然后用手帮助腿从下方往回移动，让我们的小腿尽量去和大腿去互贴。再次反方向，一样推回来。初期大家应该会和我一样，都是腿不能下不来，而我们的脚呢还上到不了前方，那怎么办？有的人呢就是会向后往后移，我们可以这样子，做不到的地方我们就不要继续去勉强自己，但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膝盖不受压迫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有两种方式。第一种，在膝盖下方垫两个砖，让它有一点支撑，慢慢的呢随着你的膝盖再次向下，将砖再次的往下放一个高度。我们的砖分三个高度，横向是一高度，立起来二高度，再立，这是第三个高度。那么我们一般呢，也就是第二和第一个高度，这两个比较低一点就可以了。还有一种方法呢，我们就是做好这种体式之后，两边可以垫毛毯。好，我们先把它侧到两边，如果需要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再放。下面呢，就是要保持好这个体位之后，将双手去互抱，抱于脚掌的外侧，让我们的胸腔更好的去打开。胸腔为了更好的打开，应该大家听过我的课都知道，要将我们的手臂向外延展，向外旋。